拍家们，今天给大家来一款超级高贵的小盘发。首先们扎一个马尾，稍微不要给它扎的特别爱啊，就差不多就行了。然后给它拿上来啊，把上面指南看好了，稍微给它拉拉松，拉拉松之后这个位置，我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插梳的啊，这种的，我们直接来，看好了，我们从这个皮筋这个地方给它拉住，然后直接从这上面给它，哎，压下去固定。固定好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头发从这边给它梳过来啊，看好了，一边梳过来，梳过来给它绑好，绑好之后，咱把这个小头发啊，把这个小发尾全部它塞到里面，藏到里面之后，下面这个地方拿个固定器，在这儿来给它进行一个固定就可以啦。碎发太多太乱，我们可以抹一点东西给它稍微打理一下，让它不要那么乱就可以了。头发少的，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抽抽丝，就是如果说你的头发特别少，头顶特别扁塌塌的，一定要给它记得抽丝哦。OK， 这个小发型你学会了吗？记得关注我哟。